你做乜攞督牛屎嚟啊？呢督牛屎系代表我，呢一代鲜花，要你插喺呢督牛屎上，可能好委屈你。但系如果你真系肯插落去嘅话，我系会为你提供无限嘅养分。你讲咩啊？我知我功夫唔好，保护唔到你。但系你可以保护我，同我一齐，你一定好有成功感。我唔会同你拗交，有啲咩唔啱，都一定系你啱。 四年嚟啲花系咪一直都系你送的？我睇戏学嘅啫，冇答我。够胆送花，点解唔写名啫？要我呢几年嚟，系咁估边个送花，知唔知有几咁攞攞乱啊？我睇下之后系我，你唔会睬我啊嘛。咁你而家唔怕咩？而家都怕，但系如果我唔讲，可能会冇机会啊嘛。冇鬼用。唔好意思。喂喂，就摆喺度啊！ 仲唔帮我攞去种？你想棵花死咩？快啲啦！你喺度做紧咩啊？ 埋地咯，起身。做咩啊？够啦，快瞓啦。我唔瞓啊。唔好喺度搞搞震啊。唔系搞搞震啊，我要练功。你唔使练啊，擂台比武都有一定嘅危险，我系点都唔会俾你上台冒险。我都唔系要去比赛，我而家系精力太旺盛，发泄下啫嘛。仲有啊。 你答应承咗我嘅嘢，你都未做到。我答应承过你咩啊？你话我教你英文，你教我功夫啊嘛 ，right？ 咁好啦，我而家教你。你记住，如果你想打到人哋行唔到，你就要攻佢下半。仲有，如果你想打到佢唞唔到气，就攻佢气门。I'm sorry。 如果你想打到嗰个人晕低，就要 pat 佢个天灵盖。记住啦。你讲得咁快，人哋都听唔似。点啊 ？OK， 再嚟多次。如果你想打到人行唔到嘅话，就攻佢嘅下盘呢一个位置。下盘。系啦，就呢个位置。下盘。记住啦。 最重要系专心比赛，其他咩都唔使谂。大家记住，想帮铁男出翻啖气嘅话，最好嘅方法就系赢个冠军翻嚟。为咗自己，为咗蓝豆，为咗铁男，打好呢场比赛。明白未？明白啦。 辛苦先行到呢一步，唔可以就咁放弃。只要有机会打，就有机会赢。系。经过一番龙争虎斗，终于嚟到杭大古龙大赛嘅总决赛啦！赛制系三盘两胜，首局系混打，第六系双打，最后一局系单打。两队可以随意派出选手，但系唔可以重复出赛。今日嘅冠军会系男打，我哋嘅高山队，大家拭目以待啊！大师兄，佢哋要出大师兄啦！
夫啊，系，你等一阵先，呢个回合我去。文安，哎呀，多谢。整定你哋成世都赢唔到。上次仲未打完，今次边个上台同我继续再打啊？吓，边个啊？边个啊？边个愿意打第二 round？ 我嚟啊！为咗大家，为咗楠楠，我一定唔会令大家失望嘅。我嚟啊！我真系得噶，我真系掂噶，冇问题。师兄。你就咁去，即系等于送死。等我去。大师姐，但系你已经唔系南斗嘅人啦喎。你系唔系梁好？我啱啱俾佢翻嚟啫。真系嘅？南南，大师姐翻嚟啊！